橘子，你长大了想做什么？我要做一名人民子弟兵。爸爸，我想喝这牛奶。一会儿回家喝奶粉睡觉了。我喝完牛奶回家就不喝了。你自己说的哦。我可是诚实可靠小奴隶。爸爸，我想别打、我想喝奶奶。不他妈信孩子的鬼话。赶紧喝，别说话。你咋还不睡啊？我还没刷牙。你俩拿着雪糕到旁边去吃，我付下钱。一共九块，余额不足。余额不足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你是不是又想把我压在这里？能不能分开刷？大哥，六块钱也要分开刷吗？那没办法，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刷2.8，这个号刷1.7，还剩18、15、16块，还剩1.5，剩下的刷这个号。爸爸。哎。爸爸。哎。为什么？爸爸。爸爸。我的乖乖，我都被你急死了！你要说啥？我不知道我要说啥。那你在这瞎喊啥呀？我说对不起，你说没关系。你说没关系嘛？你别傲嘛？你傲是啥意思？你说嘛？爸爸，我这是怎么发烧的呀？你再不陪我，我就换爸爸了。哎呦！火箭吗？爸爸给你造一个。Come on, baby。这是我们第一款益智玩具，不仅能让孩子学习知识，更能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。敌人的火力太。